谢阳，谢阳，起床了。起床了啦，我要去当故障的一日助理，他今天要去高雄表演。跟大家讲一下故障登台表演，觉得他一定要给观众一个物超所值，值得来现场的一个感觉。对，所以故障对于唱歌他非常的看重，对于自己的状态只要有一点点不好，他就会担心，而且我有信心，我们这一趟陪故障，故障心意一定会很强。反正我们这一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故障可以完美登台，我们一起等到故障登台那一刻。故障，你现在会不会紧张？还没。如果今天声音状况不好，就会紧张。哦。基本上没睡啊，我一直咳。哇，鼓掌就是台上见的那种人，对，一上台就爆发了。他每次一上台，我都怀疑这是我认识的人嘛。他哪来的动力是不是？对，超强的。他在台下根本跟死老头。对。你现在呢？你是要去彩排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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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走走！哟！灵魂抽离，灵魂抽离，快点，谢勇，快点！怎么样，各位？不要看我们现在最后在吃香，就很爽。那这个就是你跟艺人的一天行的突然间的一些意外。嗯，谢谢不让请我们吃香，我只能说金刚虾。哇、哦！你当我一天的助理，嗯、心得感想。我不敢说当什么助理或是怎么样，但真的就是跟那个部长出来见见世面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演员谢一红近日挑战担任故障罗时丰的一日助理，从助理的视角让大家看罗时丰一天的行程，也将罗时丰私下的模样真实的呈现给大家看。行程结束后也表示是和故障去见世面，更表示是特别的体验。谢阳，谢阳，起床了。起床了啦，我要去当故障的一日助理，他今天要去高雄表演。好啦，我跟大家说，其实我曾经当故障助理有三年的时间。这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但其实我觉得我是觉得短，我一直以为你会就这样三十年。不要、你陪在故障身边，故障有没有一飞冲天当大使的有没有？那时候还没有。是我离开他以后又开始飞起来了。OK， 难怪我们跟不让说我们想要拍一日助理企划的时候，面色凝重。你不要回来。你听到今天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还好，我很放松。怎么说？第一就是鼓掌没有架子，鼓掌是个非常 nice 的一个艺人，对外人对自己人都一样。第二呢，就是你这三年来，我也看你这样一路走来。看你这样心酸血泪，每天回家带着微笑，到底难度在哪？是很开心，没有错啦。对，好，今天就是也带着观众一起看看故障一整天啦。啊，对了，透过我们这些小助理的视角，没错，你今天就是我学长。OK， 别丢咖喱吧。我们故障对助理的第一话就是。
虎头啊，虎头，你在干嘛？一早的第二句脏话啊！OK， 来这边请，这边请啊，好走。刚处理啊，我刚下车，你没有拍的，还有板，带进去。哎。医生到了，哎，医生怎么样？医生，啊，你们出发了吗？我们上车，我们上车了。啊，今天心情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点复杂，有点复杂，因为姑丈这两天有点小感冒，所以他有点担心他今天的表现，所以他现在心情呢有点不是很好。哦，是哦，那这一场你们去就好，我不去了，拜拜。挂掉。因为跟大家讲一下，姑丈登台表演，觉得他一定要给观众一个物超所值，值得来现场的一个感觉。对，所以姑丈对于唱歌他非常的看重，对于自己的状态，只要有一点点不好，就会担心，而且我有信心，我们这一趟陪姑丈，姑丈心里一定会放心。反正我们这一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姑丈可以完美登台，我们一起等到姑丈登台那一刻。姑丈，你现在会不会紧张？还没。如果今天声音状况不好，就会紧张。哦，基本上没睡啊，我一直咳。哦，姑丈就是台上见的那种人。对，一上台就爆发了。他每次一上台，我都怀疑这是我认识的人吗？他哪来的动力是是？是超强的。他在台下根本跟死老头。第一个任务，把鞋子拿出来摆在地上。OK。小王，你好，那个衣服整理一下。哦，好。嗯？打开整理啊！整理啊！哦哦，不能容忍任何一个皱褶，因为他脸上太多皱。对对对，一起。帮我一件事。离我远一点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要去彩排。光彩排底下就很热烈，真的。对啊，因为姑丈上一组是 Super Junior， 我觉得他们以为姑丈是东海。有像，真的有像。你看今天他每个房间都有安排冷气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高雄的太大 了，今天哎、欸、才春初而已，才三十几度了，吓死人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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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火朝灵魂抽离，灵魂抽离，谢勇快一点，谢勇快一点。怎么样，各位？不要看我们现在最后在吃香，就很爽。那这个就是你跟艺人的一天行程，突然间的一些意外。
嗯，谢谢故障新闻之下，我只能说金刚侠。哦，你当我一天的助理，那心得感染。我不敢说当什么助理或者是什么，但真的就是跟那个故障出来见见世面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故障，你觉得今天一日助理有没有成功？有没有成功？好，根据配置打分数。要说真的，当故障助理不成功能怎样？我又能怎样？大家能怎样？说真的，在艺人身边，不管是经纪人还是助理，就是那个炽热的眼神，让艺人永远相信自己是最棒的。纵使艺人表演的不好，还要在旁边。哇、哦，你好酷啊！你是全世界最棒的艺人，太猛！这个艺人自己都知道。然后他每次还要问我，你觉得我今天唱的怎么样？好啦，那我觉得今天的企划也非常的圆满，然后非常的棒。没错，而且今天我觉得最主要是透过我们的视角来。跟着歌手罗时丰的一个哇，特别的，特别，没有人拍过哎，没有人拍过，还给拍的，真的，我们第一个啊，好，那我们下次见了，下次见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太多少年人一个机会了，好 ，OK， 拜拜。